折叠屏手机邀请您观看无与伦比的美丽。行了，都赶紧回去了，我没什么事儿。过两天我就回厂里监工，都别给我偷懒啊。放心吧，你就好好养你的腿。伤筋动骨100天的老板，休息个100天。对，正好陪陪嫂子。他呀，工作狂，他可没时间陪我。他在厂子最重要，工作最重要。你最重要。我没事儿。我妈妈怀孕大奖10万以下随便刷啊。那这给谁买的？李建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这香奈儿，这肯定是给女生买的吧？送客户的。他为什么哭？他谁啊？徐总，你好好养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嫂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，走走走。你干嘛？走了。喂，欢欢。喂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是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问问他怎么又来了。你谁呀？你问人家？我是她闺蜜的哥哥，不行吗？总不至于是大街上的陌生人吧？喝醉了酒的人都说自己还清醒。欢欢，我正准备去面试呢，我跟你说我有多倒霉。前几天我去面试那家公司，你知道谁的公司吗？居然是你那混蛋哥哥的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。开个破公司了不起，嘚瑟什么呀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许耀就是小人得势。心想我当初跟他吵架，嫌他创业烧钱，现在成功了，显摆给我看，一副暴发户的嘴脸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没忍住。欢欢，你先稍微冷静一下，我一会儿回给你。你那混蛋哥哥又出现了，你们怎么偷听我打电话呀？本来想过来给你打个招呼，没想到听到那么爆炸性的内容。你怎么又来这里了？这写字楼是你家开的。你刚才说李念欢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冷静一下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不是和你断绝关系了吗？行了，这招呼也打了，听也听了，咱走了啊。佳恩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就是个骨折，又不是死了。他一进来就哭了，他又哭我就慌了，他就是哭给我看的。他还带着许文松送给他的耳环，他这就是小三，想逼宫上位。离婚吧，李念欢，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把自己找回来。离婚？那我宝宝怎么办？我爸妈怎么办？他们当初风风光光嫁女儿，现在我是个单亲妈妈。不管怎么办呢？我一天班没上过，我以后拿什么养宝宝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，哪那么多怎么办？
离了就都知道了。林连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徐文松吗？我觉得他简直坏透了，他把一个有梦想有想法的女孩变成了一个高级保姆生育机器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最可怕的你还一直认为他是对的。全职太太怎么就是高级保姆生育机器了？我不上班错了吗？我不挣钱我就对这个家没有贡献了吧？全职太太没有错，错的是你这个全职太太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徐文松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在赞美你为家庭付出的伟大，和贬低你离开他之后对社会毫无价值之间来回切换，都把你洗脑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是说我被他洗脑了？我们打个赌吧，你找徐文松聊一次，如果徐文松把矛盾转移到你身上，把所有的错都推给你，咱们就离婚。但凡他还有一点良心，他愿意认错愿意反省，咱就继续过，行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好了，那我要去面试了，我先挂了。你不要哭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刚才好像听见我哥是不是在你那边，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在我做决定之前，我也不想让我爸妈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别哭了，我挂了。有那么好笑？冤家路窄，小人得志，文旦哥哥破公司，没想到在他心目中我就是这样。哎，冷静冷静啊，别生气，拿出咱们 CEO 的架势来，加油。我还非得把这破公司给他弄好了，这样才能如他所愿，在他面前好好显摆显摆。不是，你这生气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怎么？没想到他这几句话对你伤害还这么大。马总的照片和资料都已经发你微信里了，抽空看一看。他呢，在公司里还是很有话语权的，搞定马总，尚美女装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。32楼到41楼，9层楼的距离，同一部电梯。请问一下，你找谁？啊，你好，我找张琴，我是来面试的。谢谢。陆总早。张总，给你在门口捡了个人。于佳恩，你运气可真好，总裁亲自为你带路。认识一下吧，这位是我们的老大陆子杰，陆总。不好意思啊，陆总，还让你给我带路。金生之劳，你们聊吧。今天要面试的是他啊，陆总亲自带过来。跟陆总什么关系啊？这张总不喜欢他，这是不是陆总去施压了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一定是陆总的人，之后肯定跟我们就会成为同事的。妈呀，这太倒霉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他虽然脾气不大好，但甲方不都这样吗？他策划能力还是挺强的。我看不一定吧，没准儿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但是张总把于佳恩的方案跟可达公司新上任的副总裁说了，人家可喜欢了，说就按这个执行。但是于佳恩不来咱们公司上班，咱们是不能用这个方案的。还是张总厉害，的确向 KPI 看齐。不好意思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推销。那你找谁啊？我要找你们市场部门的负责人。有意愿吗？那不是推销是什么呀？小姐姐，这是我名片，你看
真不是推销的，这是我们繁星科技的创始人许耀。我们呢是有一些合作，想跟贵公司聊聊。所以你们到底推销的是什么呀？我们真的不是推销。你看看小姐姐，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刚融资的新闻。哎呀，帮个忙吧，一看你就是那种人美心更美的好姑娘，就十分钟就 OK。 娘您走。哎呀，出去。张总，你要不习惯可以叫 Winky， 还是叫张总吧，你们都好洋气啊，爱叫英文名字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在甲方做市场和在乙方做市场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没做过乙方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。反正你们乙方表面上对甲方都很恭敬，其实背地里都觉得甲方很傻，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指手画脚而已。但其实甲方看似只做了一些协调的工作，我们是要对最终的卖货结果负责的。我认为乙方的工作更单一，对项目对甲方负责，但其实甲方站的角度更全局更宏观，所以乙方也会对自己更有坚持。我觉得甲方应该也要懂得妥协吧。嗯，那让你这个做惯了甲方的人来做乙方，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？嗯，优势应该是我更懂甲方的需求，并基于这个需求做好策略规划。劣势的话，我知道我说话很直，有时候也来不及考虑别人的情绪。我觉得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行。其实甲方和乙方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像我们这种乙方就是个服务员而已。于佳恩，你能做好服务吗？你上次写的那个方案我看了，说实话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真的吗？谢谢张总。不过我们这次招的是客户经理，得全方位的服务甲方，并且处理好和甲方的关系，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次突破，你敢接招吗？都三个小时了，这哥们也不上个厕所啊？成功人士嘛，可能上厕所也比我们少一点吧。哎，你们怎么还没走啊？哎，喂，保安哥吗？太丢人了，居然被人堵厕所了。我不走。大夫，你拦住他们！你要干嘛？没有退路才有出路，来都来了，必须要见他。保安同志，听我讲啊，这是我们配合一下工作，请配合一下我们好吗，先生？哎，快出来！有人冲进去了。不是，你别喊了。哎，两位兄弟，听我说，就给3分钟就行。这不是捣乱的，哎哎，别弄我，哎，我真不是捣乱的，哎。碰到你了，小许啊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来办公室一下，办公室一下。对不起马总，实在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来见你。其实我是一个创业者，我做的是商共享，简单来说就是都市女性的服装租赁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你先让他们进来啊。对不起马总，其实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，但是他们躲在男厕所里等您。马总，我们俩是一起的，现在还硬闯进来，我马上把他们带走。算了，我很有兴趣听听他们想跟我说什么。马总，我们躲在男厕所，正好我要上厕所，走吧，男厕所聊聊。哎，
欢欢，你来了，我还说去找你呢。你们是综艺部的平台，找我们干什么？我们陈妖贵公司作为我们的供货商，以我们的买手来这边挑款，挑完了以后展示在我们的平台上。如果有客户要租的话，你们只负责供货，其余的交给我们。收益呢？收益就按照比例来分成，这个都好谈。哦，明白了，想的不错呀，空手套白狼。马总，你看啊，我们展示一件服装，从储存管理到回收清洗加物流，这都是耗时耗力耗钱的呀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卖了多少年的衣服，你们突然闯进我们的市场，并且改变市场规则要出租衣服，一旦出租的人多了，那买衣服的人是不是就少了？你们这是动了我们的奶酪。谢谢。哎，马总，马总，你们有你们的需求，我们有我们的需求，但是我想只要找到两者需求之间的交叉点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。那你说我的需求是什么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空手套白狼，但不同的是你们是空手，我们是狼。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你们每个季度都有库存压货，甚至要销毁处理。如果把这部分库存放到我们平台上来租，这部分成本对于你们来说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还可以起到市场推广的效果，最后分账的钱还可以降低销毁库存所带来的损失。如果我们这边做得好的话，甚至比你们那边卖衣服的利润点更高。但是我们的立场永远是对立的，你们是传统服装售卖市场规矩的一个破坏者，如果我跟你们合作，无疑是在跟你们做市场分割。马总，服装市场很大，这个租衣服的和卖衣服的，它交叉点很小。第二呢，这么多服装品牌，总会有一家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肯定会给第一家的合作方的条款是最优的。那我们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，而对于您来讲，就是收益比例问题。你们这么有自信吗？马总，你可以下一个我们的 APP， 我们的公司叫繁星，繁花的繁，星星的星。繁星，说吧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再说了，人家喜欢我，我也管不着嘛。他那副耳环你送的吧？你有病吧？那耳环，大街上那么多人戴，那还能都是我买的啊？这样吧，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离开公司，我就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，算我多想了。李念欢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不讲理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好命的，像她那样的女生，只能靠自己辛辛苦苦的打拼，买点便宜化妆品，便宜衣服，那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倒是当阔太太当久了，你能不能善良一点，理解一下别人吧？我理解他，谁理解我呀？你还使唤上我，开除人了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招个人有多难，挣钱有多不容易？要不这样，你到厂里去，我当会计，你干得了吗？洗衣服做饭谁不会呀？笑什么？于佳恩说对了。怎么又是于佳恩呢？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你别听于佳恩胡说八道。我们离婚吧。哎！
喂，妈。于佳恩，你是不是失业了？没有呀。那就奇怪了。你看啊，星期一上午十点，你是不是给我朋友圈点赞了？那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你怎么又给我点赞了？你没失业，你怎么这么闲呢？工作也有旺季淡季，你最近不忙？我是你妈，哎，你一眨眼我都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上次回来休什么年假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没事儿，啊，你在北京实在混得不行就回来，妈养你。哎，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些什么吗？我在做保险直销员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我那些麻友啊，简直是太好了，光这一个月就让我开了两单。不行，你回来，我教你做保险啊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，我还不如你呢。你就太像我了，你太要强了。妈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。你是我亲生的啊？为什么从小到大，我考得好、过得好的时候，你从来不在外面讲？我每次考差了、过得不好了，全小区都知道了。我失业的事情，你别跟别人说好不好？于佳恩。好的时候要别人说你好才真的好，明白吗？许耀的事儿你别太往心里去了。妈也是离过婚的人，我明白啊。我教你，对付那些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很简单，你先站出来，你先自己嘲笑自己。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笑的了。谁说许耀了？哎呦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你失业的事儿，我不在小区跟别人说，行吗？我替你保密，行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说我本来就像马总那样当爷爷的，我干嘛跑过来给你当孙子啊？你不是为了32楼那个女高管吗？你滚！他能比得过你吗？姑父，许耀啊，欢欢联系不上了，我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下午收到了信用卡的消息，出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，他是不是去北京了？啊，是吗？你把他航班号发给我。车钥匙，干嘛？我妹离家出走了，来北京了。不是你借车怎么还跟大爷似的？你笑一个，你弄怎么样？哎，行，笑一个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去去。你慢点开啊。哎，我来吧，你做饭，我洗碗，分工明确，彼此公平，关系呢才可持续发展。你从来都是这么冷静理智的吗？命苦啊，没有不理智的资本。李念欢离家出走，来北京了。张总，我先出去一趟了。哦。
喂，欢欢，我刚到机场地库，你到了吗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你。我刚落地，手机马上没电了。你别动，我来地库找你。我在 Stage 呢。喂，喂，真没电了。知道自己怀着孕啊，家里人都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手机干什么用的？不知道提前打个电话？因为你谁啊？凭什么骂他？薛总说无理取闹，说我乱花钱，说我不善良。他胡说八道，你别听他乱说。喂，我徐文松，李念欢电话关机，许耀也不接，我真又找你了。徐文松，你跟他说吧，我懒得搭理。哎，徐佳，哎，喂，大哥，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前未婚妻啊？她被你悔婚，被你甩了，巴不得全世界的女人都跟她一样惨是吧？哥，李念欢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什么事儿，她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就知道挑事儿。不是徐文松，你在那骂谁呢？这件事情跟于佳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叫她被悔婚啊？她甩我的好吧？哥，徐瑶，你让她管。欢欢。咋了，徐文松？你滚蛋吧你！别像个巨婴似的，永远都只会四处甩锅。不是徐佳，你我懒得跟你说。哥，你让欢欢接个电话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是先滚蛋吧，啊，行吗？这徐文松就是这样，有几个臭钱吧，就老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哎，哎。那么晚了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在叫车了。不是，我姑姑一定要跟李念焕视频，要不然她不放心。她手机又没有电了，你又没有我姑姑微信，这怎么办？手机呢？给我，现在就打，打完你就别管了。手机啊？嗯，哦，落车上了。车呢？你们等着，我开过来。事儿真的，我就是出来散散心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住佳恩那儿。欢欢啊，你让佳恩接电话，我跟他说几句。阿姨，哎呦，佳恩啊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这几年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你看，这许耀。这么对不住你，你还这么大度，把欢欢当自己的妹妹，这几天就麻烦你了啊！你好好说说她，她听你的。其实啊，这夫妻间吵吵架、闹闹别扭都正常。你让她休息几天，休息好了就回来。再不行，我和她爸爸去北京接她也行。放心吧，阿姨。哎呦，你看，你这叫我阿姨，我还不习惯了。哎呀，想起来那个时候，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搂着我说，姑妈也是妈。阿姨，我们不说过去的事了。那个呀，我们现在耀耀的债都还完了。你说不可能的话。那个姑妈，先不说了，我跟妹妹去吃饭了啊。好好好，去去去。你和许文松为什么要吵架？我要扇他嗓。
我去过天台了，本子你已经拿走了吧？是啊，下次有机会带出来给你，毕竟是送你的。送个本子。我以前说过，等有钱了要带你去北海道看雪。你当时还说实在不行哈尔滨也可以，但就算这样，到后来也没有去成。分开之后，我一直以为你在成都，那成都是不下雪的吗？有一年冬天，我一个人在北京，我很想你，所以我就买了火车票，去到哈尔滨，然后用那个本子接了场雪。你觉得很感人是吧？我觉得很可笑。我不吃了，等花花来了我就走。玉田，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吃顿饭？许先生，请自重，谁跟你是咱们啊？你就那么抵触我？抵触我？你是失忆了吗？你怎么做到在我面前淡定自如的？我没失忆。我们分手了吗？请你搞清楚，你是那个毁了我人生的人，不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们不是分手的关系，我们是悔婚和被悔婚，抛弃和被抛弃，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。错了好吗？我错就错在你当初跟我提分手的时候，我答应了，我以为那叫成全。我错就错在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其实你不愿意提分手。那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既然不愿意分手，你天天在跟我闹什么？好，我不管那些了，我先表明我现在的态度，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可以了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在说什么。那你说点让我懂的。玉佳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是曾经、现在还是将来，你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我不想你每次见到我，搞得一副不共戴天仇人的感觉。那就别见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吃了，就你烦人。佳安，等我。徐耀，你究竟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所有人都找不到你？我要去北京，我要挣钱还债。我怕我一看到你就会动摇。我后悔说分开那些话了。你回来吧，我们下周就要结婚了。我怕你真的嫁给我会拖累死你。徐耀，徐耀，你撒谎，你说你会永远爱我，这就是你说的永远吗？你说的很对，我就是不靠谱。但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永远爱你。徐耀，你再不回我消息，我真的不会原谅你。徐瑶，你是个懦夫，你只会逃避。我说的后悔不是后悔分手，我是后悔答应你的求婚。再见，我要把你删除。什么也别想，好好睡一觉。佳恩，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幸福的，但我现在
我真的不懂什么是幸福。许耀消失那会儿，你来陪我。我们喝了酒，你才告诉我，徐文松结婚第一年就被你发现出轨。嗯，我问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，你说徐文松不让你说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徐文松贬低你、打击你、否定你除了全职太太以外的所有价值，甚至都不让你和我多接触，这是不对的，李宁欢。他要是真的爱你，应该是希望你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而不是把你困在一个洗衣做饭里。早点睡吧。你妈刚视频的时候说许耀的债都还完了是什么意思？除了欠你妈的钱，他还欠谁的钱？哦，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我睡了。我只知道那时候，学校差点挺不过去。你们闹掰那天，我就半夜发现学校不见了，我们满城的找他。最后在楼顶找到他的时候，那个样子特别吓人。就那时候，我就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才同意你们不结婚的。佳恩，我不是帮许耀说话啊。我觉得那时候的许耀，他像一个溺水的人，他需要先自救。你们两个真的都很爱对方，才会都遍体鳞伤吧。做了一份马总他们公司用户的数据调研报告，你发给他看一下。他们是供应商的切入口，不能断啊。徐耀，你没问题吧？你天天给我打电话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不，什么女朋友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女朋友。没有女朋友，那你现在还挺会玩的呀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姑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带李年欢去做个产检，说她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会影响宝宝的发育。我手机挂好号了，下午去接你们。我带她去就行了，不用你管了。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许带朋友过夜的？我们进去吧。对不起，张总，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和你商量，但是能不能开一次绿灯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老公孕期出轨，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来找我了。她真的很可怜，大学毕业就结婚了，从来都没受过什么挫折，所以就懵了。张总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今晚就带他出去住酒店，保证不再打扰你。孕期出轨啊？你跟他撕破脸没？录音没？拍照没？开房记录留着没？啊？啊什么啊呀？你老公有钱没？
他还行吧，他自己有一个工厂，然后他爸妈给他一栋老房子租出去了，他名下有一辆车，一套房，我名下有他给我买的一辆车。妹妹，婚姻法规定，只要有证据证明对方过错，你是可以要求渣男赔偿的，至少你也能五五分的。你们怎么都让我离婚啊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从小就是我爸妈的骄傲，他们要知道我离婚了，那得多没面子。再说，我不能让我孩子出生了就没爸爸。最关键的，我马上就30岁的老女人了，那离了婚带个孩子，以后谁还敢娶我？30岁，啊，老女人。长夜漫漫，传来遥远的呼唤，月光渐渐蔓延，起伏的海面，我的心跳被波澜乱成一团，随着你的出现，神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，我的心心念念。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.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. 只怕还没开口，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神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，我的心心念念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.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. 只怕还没开口，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.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. 只怕还没开口。